荣支所，你到这边来。好，走啊，把粮仓封起来。来，乡亲们，出去吧，咱们要分仓了。李老康，你怎么了？挺起腰杆来，看他敢怎么样你。去，你是个什么干部啊？贫农团委员。你徒弟是个什么？要翻翻身。不是自己的肉能长在自己身上吗？你这话算是说对了。你吃的穿的都是哪儿来的？我们农民身上的肉不能长在你们地主们身上。我儿子是革命干部，他就快回来了。他回来也得跟群众站在一条线上。郭大娘，哎，郭大娘，哎，大娘，你看，这是从柴火堆里送出来的。这是我儿子崔志国的，他的东西你们不能动。打开。革命干部有这个？他爹，你快来看看吧，从崔老坤柴火里搜出那么老多金银财宝。哎，你看看，皮袍吧，还有金元宝呀，这么些东西啊。他老成叔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这还有什么说的，没收。对，没收。今天是几儿啊？十月初三。十月初三。十月初三。大娘，有个老田同志来找你。哪个老田？副省长长，来了客人了。郭大娘。大娘，你还认得我吗？1941年，反扫荡。有一天，下着大雪，你从野地里背回一个伤号。你就是那个同志啊！你看我这记性，你那腿好了？好了，落了点残疾。要不啊，这回打蒋介石，我也得跟你儿子似的，立他个大功。大娘，你看。大娘，给我。走，屋里走。对对对，屋里走。来，坐坐，这边坐。好，
老田同志这回来是上级派来领导咱们搞土改的，就住在咱们村。哎，就住我这儿，我这儿清静，我家里就我一个人。大娘，他是他是来跟我作伴的。哎，真是个苦命的丫头，爹娘都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头了。大娘，你也不说点叫人高兴的事儿。对，说点高兴的。我看着这个丫头啊，早晚得当了我的儿媳妇儿。去，把那屋收拾收拾。我是没条件留你住啊，房子都叫鬼子给烧了。这回要是能分两间房子嘛，这回保准能实现。就是盼着分两间房，我们家根柱跟他家永来一道参的军，赶明儿复员回来，也好给他们成亲呢。要想分果实啊，咱们得先把地主斗斗。这个呀，不成问题。崔志国回来了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崔志国回来了，我去看看。他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？谁呀？地主崔老坤的儿子。看看吧，这是你参加革命的好处。他兄弟，他兄弟，你拦他干什么？让他去。李万仓，贫农团谁负责任？我不在贫农团，我是中农。刘乐成，贫农团谁负责任？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。你们是怎么执行的政策？我们家是汉奸还是特务？我们家里犯了什么罪？犯了什么法？按阶级成分说，这个我不否认。我是不是革命干部？革命干部的家庭要不要照顾？志国，这照顾革命干部的家庭，这是党一贯的政策。你们了解不了解？你们是怎么执行的政策？崔老坤的儿子是啊。崔志国回来了啊！咱们去看看，什么事儿？回去吧，没咱们的事儿。咱们去看看吧。崔志国回来了，正给刘老成发火呢。老郭婶子，哎，他老郭婶子，你快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是他干娘，非你说不住他。什么干娘啊？大娘，怎么回事？早先为了还账，去给崔家干活。这个崔志国是我奶大的，就这么落了个干娘的名儿。你们这么搞，我们在外边能不能安心工作？你们这么搞，是不是帮助敌人？是不是破坏革命？哎呀，志国，你扣这么大个的帽子，我们可受不了啊。你回来干什么来了？回来看看，看看你们怎么抄我的家。崔志国，你可得站稳立场啊。立场？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干革命，你在村里头领头清算我的家，你这叫什么立场？土地改革，这是党的政策，再说给你家也留一份啊。你想想，早先你爹赶我们走那功夫，给我们留什么来着？封了我们家的门，扒了我们家的锅，有来他爹病得要死，力逼着我们出村，
那会儿哪有咱们穷人的活路？你忘了，你还哭来着。说那会儿干什么？咱们说现在。现在，现在你是革命干部。革命干部，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。我们也有干革命的，我们也有家。那你说，我参加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谁知道你为了什么？他是为了保卫他那地主的家庭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上级派来的。这一套是你领着搞的。好，我得走了，我得走。乡亲们别走，老大爷，走了。乡亲们，我害怕。乡亲们，咱们可别让他们吓住啊！对，咱们得跟他把理说说。对，说说理，就得说说理。说说理，这样的。你是哪个单位的？你管不着。什么意思？不让走啊！咱们得跟这领导上反映反映。对，咱们得跟这领导上反映反映。对，跟他反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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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映吗？反映到中央委有意见。这。他哪像个革命干部？久没睡，你的信。什么事儿？政府对你反映的情况，很感谢。崔志国受了处分，撤职了。人呐，说变坏也容易。打日本那功夫，这人表现得还不错。可这会儿，这会儿啊，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，他就不干了。土地改革对咱们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迈了一小步，可就是这一步也有人迈不过去。要干革命就得准备干一辈子，革命的目标还远得很，还有好多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呢。翻过来了，啊啊，这一下就宽敞多了。那还用说？哎，分了房子，该分地了吧？怎么，你还想要点？嘿，我想要要不上。哎，我想求你在老田同志跟前说一说，把我那块地啊换一换，不知道行不行啊？老田不是在吗？你自己去跟他说吧。哎，啊，哼，净想好事儿。你想换哪一块地呀？大树下那四亩六分地。你想把你的地连成一片是不？啊，满仓啊，
咱们可不能光为自己着想。我那老郭婶子，你就别说了。哎，田同志，你说一句就行啊。这得民主讨论。大娘啊，你们是怎么讨论的？这地早先是人家李老康的，李老康还不起崔老坤的利钱，就拿这地顶的账。你那要求不合理，这地该分给李老康，土地还家嘛。对。你看孩子去吧。赶集回来了啊！我把小轮卖了，换条大骡子。这你以后什么时候经地呀？说话，咱们有大牲口了，敞着摊儿的是啊！哎啊！陈大叔，别送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走吧，乡亲们，你们回去吧，别送了。老天，你们常来呀，送送吧。大娘，我走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再来呀？等打完了蒋介石，再回来看你们。哎，战争胜利了，工作更忙，到那个时候。就顾不上来这儿了。不，我要来，我要来看一看槐树庄变成个什么样。这会儿你们分地，也许到那会儿啊，你们又把地合起来了。看你说的。好，再见了，大叔。再见再见。老田同志再见。哦，给叔叔再见，再见啦！乡亲们，再见啦！再见。大娘，再见啦！好，乡亲们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咱们就把地合起来了。可是咱们才二十几户啊。嗯，别看二十几户，这可是方向。
干嘛？什么事儿啊？什么呀？有心。金梅，快去通知一下，吃了饭咱们党员开个会，把总路线给大伙念念。哎，太好了，好啊。可能是，我看是。按照总路线呢，咱们这个社还得往大里发展，像李老康这样的都应该吸收进来。那咱们动员他什么社呀？李老康是不愿意给社里添麻烦，孩子多，老婆一病有好几年。土改后人家是越过越好，他呢是越过越不行。你看看这地种成什么了。听说他要把地卖了还账呢。卖给谁呀？李满仓。李满仓。老康，你爹呢？李满仓把我爹给叫走了。大树下四亩六分地，卖与李满仓，双方自愿，永不反悔。是不是自愿？空口无凭，立此为据。卖主李老康，买主李满仓，中人崔志国。1953年9月25日立。志国，吃啊！哎。老康大叔。志国，来，吃热的啊！志国，喝着啊！老郭婶子，干娘，你回来了？回来看看我爹的病。这会儿做什么工作呢？我这受过处分的干部还能干别的？当科员呢。你给写的？哎，叫志国给帮个忙。哎，怎么不坐下？啊，哎，坐下，坐。满仓，给老康他们家留下这几亩地吧。你买了他的地，往后他那日子可怎么过呢？这可是两厢情愿的事儿。你管的可真宽，人家买点房子置点地你也管。志国呀，吃。老郭婶子，这个年头买点地可不算犯法呀，这也不算剥削。你不能光为自己着想啊。哎呀，是人谁不为自己着想啊？干娘，如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，国家的政策上许可买地，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。老康，地咱不卖，把它入到社里。卖地买地双方自愿，你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能替人家毁约。他老郭婶子，我不能老靠着政府救济呀，你就让我还了他这笔账吧。说起来嘛，合作化是个方向。方向？嘿嘿，就连他们党员还有单干的呢。早晚大伙儿都得入了社。哦，就你们办的那个合作社了？
一伙穷棒子，没个骡子，没个车的。咱们走着看。这样吧，老郭婶子，咱们赛一赛吧。好吧，咱们赛一赛吧。走了。一个老娘们儿家当支部书记，没人听他的，文化低，没能力，他连党员都管不了。你我老婆成不入社，他就没办法了啊。还是不想入社啊？他把地卖了，有人放账，有人欠账，有人买地，有人卖地。自打收了秋，已经有好几起儿卖地的。大娘，今晚上的会都通知到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老程叔说他请假。他又请假？又是什么事儿？我那萝卜还没刨呢。开会，什么事儿啊？会重要，传达总路线。总路线，这又是个新的指示？里边主要是发展合作社的事儿。这回像你这样的人呐，该带带头了。往后还有没有自愿这条？要是有这条，我就先等等。你社也不想入，会也不想参加，这么下去你可就落后了。反正走到社会主义，保险拉不起我。人家群众都对你有反应了。反应我什么？说你翻了身忘了本。老程啊，咱们可都是老党员呢，听见人们背后这么说你，我这脸上都挂不住。你别说了，我参加还不行啊？你参加社了？我说我参加开会还不行啊？副社长的，你听我说一句，你们那合作社费劲儿不小，得力儿不大，把你攒的人民币都贴进去了，你该先把你那房子修修。对呀，朝鲜停战了，咱那当兵的也该回来了，把房子修修，也好给他们办喜事啊。你们家永来没来信？我们跟住来信说他可能复员。Thank you.
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回过家了吗？找不见家门了。我领你去，你们土改的时候就搬家了。怎么，不认得了？你变样了。你也变样了。这回不走了吧？嗯，正式复原了。郭大娘的合同社办得怎么样？怎么，你想参加？那还用问呢？我们临来的时候给上级做了保证了。嗯，可你保证不了你爹。怎么，我爹还没入社？嗯，反正我坚决参加。你知道郭大娘是我们国之端的娘，我有责任帮助她照顾她。哎，郭永来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呢？他牺牲了。根柱啊。哎，永来没让你捎封信回来呀？有一封信。大娘，我听说你领导这办起合作社来了。咱没经验，办得不好。根柱想参加咱们社。对，帮助帮助我们。今天晚上咱村开个动员入社大会，你参加吧。啊，对。大娘，这是我的组织关系。我算计着你就得是党员了。你回来好，咱村工作真困难。大娘，以后有什么工作呀，你就交给我，坚决完成。哎，大娘，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儿子看吧。我见过的当兵的都愿说这句话，你也这么说。不，我是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儿子看吧。什么亲儿子不亲儿子的，我看同志啊比什么都亲。来喝水。来坐，吃吃。大娘，我给你汇报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别难过。我不难过，你说。永来的事儿，他怎么了？国指导员他，你说吧，我什么事儿都经得住啊。他受伤了？不是。半年多没来个信儿，我睡不着觉的功夫也往这儿想。咱们共青团员应该坚强。
上给你的抚恤金。这是国指导员一副没有写完的信。战壕里给你写这封信，我们就要投入战斗了。在投入战斗以前，我把你的来信念给同志们听。同志们听说你在办合作社，都高兴极了，都说祖国的变化真大。娘，我们的战斗口号是为了祖国，为了社会主义。有的同志自动增加了一句，为了国大娘的合作社。娘，要想咱们大伙儿都过好日子，就得组织起来，走合作化的道路，这才是光明大道。乡亲们，刘根柱从志愿军回来，咱们欢迎他给咱们讲话。乡亲们，我在部队上就听说咱们这个合作社了。这回福原回来到县里啊，又听田书记给我讲，县委田书记是刚调来的。他说呀，他计划的头一件事就是帮助咱们槐树庄把合作社办好。我是革命军人，坚决响应党的号召，坚决保持军队的荣誉。大娘，这是我的生产资助金，全部入到社里。你该跟你爹商量商量。哎，爹，你同意吗？你看着办吧，你的事我不管。他爹，他甭结婚。你等一等，我家里没他。老康，趁着今天你就入了社吧。我不配入社呀。入了吧，大嫂子的病我们负责照顾，你好好劳动。
我这样的，你们要吗？要。来，金梅，给你老康大伯写上。哎，哎，李满仓，你不参加？我，合作社要天天吃白面喝香油，我就参加。郭婶子，我走了。哎，走吧。打大呗。老天，办的事儿，什么？帮我鼓捣点粮食吧。哎，闪开，闪开，别挡道。那你帮我鼓捣鸡皮布吧。
拿来。什么？布票。这年头积攒点东西做点买卖都不行了。嘿嘿，这叫政策。我我正会事，这是啊，赶紧上县委会看看社长有信儿上没有。喂，去官委。不光这个，就连你那地也不能私有，要办高级社，往后这土地都得归集体所有。这是办高级社的条件，你回去赶快交给根柱，让大伙儿讨论讨论。哎，还有呢，县里答应给咱们派拖拉机，让家里准备一下。真的呀，老田？那还能有假的呀？你看一看啊。告诉根柱啊。刘根柱跟他爹的关系怎么样？还是那样，闹矛盾已经整两年了。这个事儿也怨我，我是支部书记，眼看着都到高级社了，可是党员里头还有单干的。刘老臣啊，早先是那么积极的个同志。这就像你早先说过的了，革命搁到自己头上了，是这样。可是合作社又是为了谁呢？郭大娘，你还要帮助他过这一关。你就入了社吧。明天拖拉机就开始耕地。你说，拖拉机倒是给你耕还是不给你耕？让拖拉机绕着走。你先给我解释解释，什么叫错误分子？党员不入社就是错误。我有我的自愿。又吵上了。这样党员呢，就该开除党纪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要开除你爹？你想开除我？我参加党的工分，我参加党的工分，你还拿着红缨枪查路条呢？你还，你的光荣历史我是尊重的，但是对你的错误，我也是不客气的。你就不能少说一句儿？你上哪儿去？你又上哪儿去？到社里看看。我可就指望你来说句话了。我是得说句话呀。老成叔，我说呀，这回你可该入社了。前几天老田还问起这事儿呢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我这两年莫非算犯了错误了？土地改革到现在已经八年了，咱们共产党员可不能靠着那会儿的光荣过一辈子啊，咱们得跟着党不断的朝前走才行。你这几年光盘算你自己，你跟党走了两条道，你还是共产党员呢，非党员都积极的入社了，你还在那儿单干。我不是不想入社，我是想稍微等一等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
你想等的多字儿啊，都要成立高级社了。我看呢，你是不想走社会主义，你要不是党员，入社再晚也不算错误。可咱们是共产党员呢，咱们是干革命的，别说入了社对咱们自己有好处了，就是牺牲咱们自己为了群众的利益也该带头。可是你干革命干了半截就躺在地下，怎么拉也拉不起来了。共产党是带头走社会主义的，共产党员里头不能有单干户。党等了你几年了，老成，你该回头了。淑珍嫂子，我可没说我不入社呀，我可没说我不入社呀。李麦仓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可就剩你们几十户了。我考虑了，只要你爹入了，我就入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就是对根柱有意见。你呀，你有这么个好儿子，那是你的福气。郭大娘。哎。大娘。大娘回来了。来啊，大娘啊，就等着你回来呢，大伙都赞成办高级社。入社的占百分之多少了？占80%啊。要是把我爹这个堡垒给攻下来啊，还可以带进十几户。可我爹这个堡垒啊，攻下来了。去告诉李麦仓他们。哎，这个是管方向的，向左拐，入不拉这个，灯这个不错，看看拖拉机，好，这玩意儿啊。老高同志，这拖拉机一天能耕多少地啊？拖拉机耕地啊，是按钟点计算，一个钟点可以耕12亩。嚯，一个钟点能耕12亩，经他们用牲口耕一天的呀。前年广安那庄早使拖拉机了，一亩地多打2盆呢。是是啊，那可不，太好了，苦活啊，好东西啊，好东西，耕的又多又深，是呗？对，满仓大叔，跟着让我告诉你，他爹入社了，他入我就入，好。娘，娘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我那丫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非要学开拖拉机。哎，娘，这是拖拉机站的老高。郭大娘。哎，辛苦了。满仓，你怎么样？我入了。好，老高，明天能开始吗？能。老高说了，只要咱们帮助把地界平一平。哎哎。老嫂子，把地合在一块儿，又
又能使机器，又能修水利，这是你们看，来了，来了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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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回事啊，老大娘？我那老嫂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地界没有了，我死了可埋在哪儿？埋在……你这么壮实，还能活几十年呢？咱们社上了年岁的有几十口子，社里早考虑着呢，有咱们养老的地方。社长，我娘的意思是，往后要退社的功夫，还给底不给？往后生产发展了，生活提高了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你们就不退了。娘，起来吧。这什么响啊？拖拉机。什么？拖拉机给合作社耕地来了。耕的都是咱们家的地。人们都入社了，地界都平了，那地都连成一片了。肚子饿了，爷爷说了，今天是十月初三，谁也不许吃饭。他嫂子，哎，我的家都败在你们身上了。帮助咱们耕地，又帮助咱们计划修养水站，快去喝点。对，咱们该请老高喝杯酒。我娘请你喝酒呢。我早喝过了。再喝点吧，走。来，你这当老师的，冲着他们全家这么和美，咱们都喝了它。来，咱们都喝了。来来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黑妮，你也来。我明天还要去学习呢。是啊，
一期就一年半，您说什么也得喝。祝你好好学习，回来给咱们开拖拉机。好啊，都喝了它。对，慢着走，姑姑来坐啊。娘，哎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老高还有点事儿没完呢。黑妮，嗯，你看老高这个人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赶明儿问问他结婚了没有。哎呀，你问这干什么呢？傻丫头。你家去了，你不在，问你那个事儿是吧？嗯，我们研究了，批准你入社，先当候补社员啊。哎，这是他爷爷死的那功夫留下了个账本，崔志国今天看了，说叫我烧了，我心眼里纳闷，没敢烧。你看，有用不？哎。万宝孙儿，记住，民国36年10月初3，贫农团成群结伙闯进咱家，抢走文书，拉走牲口，分走粮食。领头的有永来他娘，狼心狗肺，有朝一日千刀万剐。刘老成也不是好东西。谁分了咱家的财产都详细的记在下面，大树下土地4亩6分李老康分去，村东道土地7亩6分王老和分去。干娘，还没睡呢。这么晚上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吧？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，为我爹的事儿。干娘，这年头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，可我爹临死的时候还戴个地主帽子，怎么样，给他摘了吧？摘帽子得经群众讨论。土改8年了，又是个死了的人，你这个支部书记跟群众一说不就行了？要我说呀，他这个帽子摘不了。干娘，你的心肠也太狠了。土改那年你告的我那一状，闹得我这些年防不过身儿，
这些不说，八年了，连我爹的成分都不给改一改。你要给你爹摘帽子，是为的什么呀？为我的前途，我的进步。进步主要靠你自己。算了吧，我倒霉就倒霉我爹的成分上。按说我的工作能力，当个县长也够资格。你的思想方面够不够资格呀？我的思想也不错嘛。哼，不错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你对我们合作社说了些什么？不如单干了，不自由了，又是看不见优越性了，你没起过一点好作用。满仓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瞧我这块地儿卖得不错吧？这要单干我就足了，今年得多分点。多分？有这么个社长啊，有余粮也得卖给国家。提意见，把他撤了。嗯，你说那个办不到。办不到？嗯，我这回回来是专门来调查他的材料，他这个社长当不长了。晚仓，今晚到你家里开个小会儿。哎，上回开会可让他们知道了。你这个脑袋瓜还没变过来，这会儿是1957年，是咱们的年头，帮助共产党整风，大鸣大放，头一条，合作化；第二条，统购统销。共产党眼看都招架不住了，多少合作社垮了，往后是个什么样，还很难说呢。没，真的。不信你看看报纸。大人物都说了话了。哎，今儿把上回那几人都找上啊！哎，刘老成，这麦子咱们多分点啊。少分不了啊。你这当队长的，好好的掌握着点，往上少报点产量。你放心吧，会计早把数字报上去了。怎么报的？亩产100亿。亩产100亿啊？这个数字怎么来的？我们估计的。你们的估计不可靠，咱们实事求是，打下这几亩来看看。再打一个138。一共多少？953。四亩六分地，算算亩产多少？这块地，他种的功夫，亩产70-80斤；满仓种了2年，亩产120。归了社，去年是150，今年是多少？207。这在咱们社算是中六。能代表咱们的产量，刨去水分也不能110。你们的任务完成了。
拿去吧。我看呐，你是诚心。哼，老程叔，你可是生产队长，这个数字可是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研究的，要按实数往上报，我就退社。哎，你这么办可就脱离群众了。你那话说的不对，群众对党没有过两条心。今年的收成不错，群众都憋着劲儿多分点呢。超产有奖励，肯定比去年分得多。超产有奖励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啊。那也不能满产私分。要是按实数往上报，那卖余粮的任务可能增加。卖余粮是咱们的本分，不把余粮卖给国家，咱们的机器从哪儿来？怎么实行水利化？我是怕支援了人家别处。咱们遭了年景，人家别处也支援过咱们，不是？这要是旧社会，人家别的社可是瞒着产量呢。咱们不瞒，咱不能欺骗上级。你呀，就这一条不好。你知道群众说你什么？说你为了蒸馍饭不要命。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是群众的反应，我就是给您透个信儿。老程，你一句一个群众，你说的群众都是谁呀？还是那个大哥，叫我说呀，这个合作社就没什么优越性。那高级社不如初级社，初级社不如户主组，还是户主组好。哎，这户主组不如咱干。哎，你们呢，太老实了。今儿这个事儿要放到别的社里头，早闹起来了。对，咱们明天就退社。哎，只要社长一批准，我立即给你们算账。他不批准也得退，他这个社长当不成了。就这些个条条要送上去，保险叫他下台。要退社就赶早不赶晚，趁得刘老成跟社长有矛盾，刘根柱又不在家，这是个好机会。社长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机器全部运到。安装工人来了吗？来了，这回请来的人呐、啊，保险你认识。你看，机器来了，你来，你看。哎呀，你们呢？娘，过来点。哎，过来，这么不好意思，浇水啊。快来，这玩意儿是什么呀？你说这，就这样。哎，跟住，这安上机器，当天就能出水吗？当然了。哎，一天能浇多少亩啊？这部机器啊，一天浇200多亩。是李满仓领头闹退社的，是他在哪儿啊？大院里。大院里呢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李老成，政策上有没有资源哪一条？你是生产队长，有意见你们可以提。我们不干什么，有意见犯不上退社。我有自由什么？这是，他们这是诚心捣乱。我看呐，让他们退了吧，退了他们倒省心。我看也是，活这么忙，这不影响生产呢。退社得有个理由，混社里不自由。对，合作社没优越性。哎，什么？没优越性，没优越性。会算账的，会计。给我算账吧，我退社。对，我退社，这就给你们算啊。好，仓，你何必这样呢？还有谁呀、啊？要我，行，我都有，我不干。不行，咱们是有组织的，退社得经社长批准。什么？社长？社长？找社长去！对，找社长去！找社长去！找社长去！咱们的水利可算实现了。社长，社长，光顾这样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李满仓他们闹着退社呢。走，走，这里边去。没人啊？哪儿去？怎么着？不在行啊？啊，好，上崔家大院。哎，那好，去去。好，社长，捡有用的啊。去去，拿东西。退社里找社长去，这是我的合作社，你管不着，你放开，你管不着，你站开，栓子啊，快去找干部，
非干部管不住他们。哎，天哪，你还那么自动化，这是我们的，你还管不着组织线了？你管不着，你放下，撒开，放你撒手，你管不着都就不行，撒手。好，你赔，你赔，这事儿呢，赔就得赔。你们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是。社长，你来解决一下吧。谁领的头？李满仓。李满仓，你这到底为的是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我觉得合作社没什么优越性。合作社哪一点亏待了你了？你当模范，大伙跟着吃亏。你纯粹是胡说，你说这话也不怕没良心。我有民放的自由。要民放，你到别处民放去。叫他说，你们对合作社到底有什么意见？欢迎你们给提出来，是缺点我们改，是错误我们检讨。你别检讨了，哼，你这个社长当不成了。你有十条错误，人家早给你登了报了，你快下台吧。我这个社长是大伙选的，叫我下台得经过大伙讨论。改选嘛，对，选个好的，选个代表咱们利益的。对，选刘乐成。对，我同意。刘乐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待着去吧，我代表不了你。不管怎么说呀，我得退社。别走，有一定的手续。你们这叫无组织无纪律，你们这是成心捣乱，这是想把合作社搞垮。改选可以，退社也可以，等过了麦收。眼下这是公共财产，谁也不许动。社长说的对，高爷爷，你把东西都放回去。没有，我拿走，拿来吧，给我吧，放下，拿来吧，放下，你们就我拿走，放回去，你干啥去？哎，不像话！他老郭婶子，他老郭婶子，你看出来没有？这里边有故事。我看出来了，娘。郭大娘，哎，娘。社长，咱们支部开个会吧。对，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。喂，郭大娘吗？是我呀，郭大娘，你的报告我看到了。哎，现在我给您念一段6月8号《人民日报》的社论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那些威胁和辱骂，只是提醒我们，在我们的国家里，阶级斗争仍在进行着，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，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。哎，郭大娘，你要沉住气呀。哎，我们社让领导上操这么大心，我觉着可对不起党呢。郭大娘，在今天呢，每个共产党员都在经受着一场阶级斗争的考验。哎，你们那儿的情况更复杂一些，有些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。对，要提高警惕，要依靠群众来解决问题。哎，你说你没有责任，你是共产党员，又是生产队长，你领头隐瞒产量，李满仓他们就打着你的旗号反对之处，你没有责任。我承认我有个人主义，本位主义，叫人家钻了空子。富顺嫂子，我对不住你，你们处分我吧。
你认识到错误就好啊。咱们把主要问题讨论讨论吧。问题怎么解决？是不是改选？正是文盲的时候，改选影响生产呢。可是改选要改选好多，对，是改选要改选。我不同意，改选，民办仓可高兴。改选好，改选，我不同意。我同意改选。我不同意改选。改选正好符合那些人的要求。改选也不是坏事，改选以前让大伙提提意见，错了的咱们改，对了的咱们坚持。要明放嘛，就大伙都来明放。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合作社垮不了。不退出！不退出！不退出！不赞成！不退出！不退出！不退出！小郭院长！不同意！选他对党员没有利，社长有实在错误。郭大娘，你一条一条的讲一讲。问他说了没关系。第一条，光想当模范，买公债买余粮，什么吃亏的事他都带头，这叫什么群众观点？大姚，我就不同意你说的。叫他胡说，叫他说说第二条是什么？您带头办事，您带头退社。为什么？还说说说说什么？第四条。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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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条，光想当模范，买公债，卖余粮，什么吃亏的事儿他都带头，这叫什么群众观点？这不是你俩刚说的吗？田书记来了，把咱们那封信当着大伙念了，叫大家讨论呢，讨论得很热烈吧？可这热烈，没等着念完，大伙就吵上了，都不同意。你倒说呀，你倒说呀，你倒说呀，我说说，咱们说话都得凭良心。就说他老郭婶子吧，这些年为了咱们社，受了多少治，遭了多少难呢？自己的钱省着不用入到社里，自己的活撂着不干，先去工作，劳动上人家一点儿不少干，工分呢人家一点儿也不多拿，你们说人家哪一件事放过私心？这样的社长上哪儿去找？这个写黑帖子的，我看他是昧了良心。你说这信是谁写的？他不能冒充大伙的名义，这是挑拨离间，这想把咱们社搞垮。咱们查一查，刨刨根儿吧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怕人看呢？我看这个信跟你有联系。我不识字，我写不了那个。你不会写，有人替你写。这个人就住在咱们村。哎，崔志国不是在你家召集了三次会吗？教授啊，你不也参加来着？我去是去了呀，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啊。得了，说嘛，你想说。崔志国还调查我来呢，他说什么合作化统购统销错了，新社会不如旧社会，共产党要垮了。他那叫放屁，把他找来，我跟他辩论辩论。
叫他看看我现在吃的、住的、穿的。我要不是走合作化的道路，我哪会有今天呢？我要问问他，新社会怎么不如旧社会？国荣秀847票咱们选为社长，欢迎他给咱们讲话。在这个会上，我也受了教育。咱们的社会主义真成了大伙儿自己的事儿，合作社在大伙儿心里头扎住了根儿了，风吹不倒，雷打不散。有人想把合作社闹垮，可是他呀，不光垮不了，肯定还要超前发展。这个。谁也拦不住。十年乾坤转，沧海变桑田。反正高楼平地起，民不依苍天。人就不怕荒，民不怕荒，民就不怕难，民就不怕饿。同志，郭社长在哪儿？娘。哎，郭社长。有个右派分子，县里决定分到你们公社，让你们监督他参加劳动。在哪儿呢？在那边。干娘，好好劳动。嘿嘿，咱们走吧。好，走吧，走。田书记，您刚应县里来啊？大娘，哎，郭大娘回来了，老田，老田，郭大娘，大娘，县里通知你，叫你到北京去开群英会。对，群英会。大娘，我送你去啊。哎，这回可以见到毛主席了。哎呀，富顺嫂子，你要见毛主席了。问毛主席好。哎，老田，见了毛主席我汇报点什么？你说说这些年你是怎么办起的合作社，又怎么和别的社联合办起的人民公社？我没能达到党的要求，公社刚办，对党的政策研究的也不够，还有好些该做的事情还没做呢。是啊，还有好多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，今后还会有新的困难来考验我们。对，我要向毛主席
表表我以后的决心。郭大娘，郭大娘，店里来电话，请你到北京去开学游会。